小七你好，你好，我见到你很开心啊，这里今天要说很多佛法，很多年轻人呢不想说佛法，他不好，你现在年轻人很需要佛法的，你们很年轻，所以多一点说佛法，特别的在家修行人多一点说佛法，因为呢出家人他们天天都学佛法嘛，在家人没有时间去学佛法，所以你帮他们要上课。 我邀请你请正法了。谢谢甘总。各位好，我叫小琪，然后我来自台湾。那我现在是在美国的大圆满闭关中心，我参加了第二届的中文佛道的闭关。那我非常的高兴，我在这里学习到了很多的佛法。那今天我想把我学习到的有关于四圣地的佛法呢，在这里跟各位做一个分享。 释迦牟尼佛呢，在他讲经说法的49年当中呢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，那他所有的教法跟教义大概都脱离不了四圣谛的一个范畴。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呢，四圣谛它其实是佛教的一个基本的根本的教法。那四圣谛呢，其实也是佛法，也是一个佛法的一个修习的一个大纲。那 我们也可以发现，几乎所有的大小乘跟所有的显密教的一些经典，也都脱离不了四圣谛的一个范围。那可是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其实四圣谛呢，它是包含在一切的法当中的。那可是，其实四圣谛呢，它是有层次、有深浅，然后有广略的一些差别。那所以我们可以说有 小乘的四圣谛有大乘的四圣谛有金刚乘的四圣谛有大圆满的四圣谛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，那我们可以接触到不同层次的四圣谛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四圣谛只是小乘的一个教法。四圣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。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，也是第一次就说了 就说明了四圣谛。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四圣谛是我的上师堪婆却感波切所教导的一个，我们自己如何在了解了四圣谛以后，如何做一个修持的一个方法。那释迦牟尼佛在四圣谛开宗明义的时候就已经先跟我们讲了，他问我们说，你喜欢痛苦吗？你知道什么是痛苦吗？ 那你知道痛苦形成的因根源是什么吗？然后这其实就是第一跟第二圣谛的意思。然后释迦牟尼佛又说，你喜欢快乐吗？那你认识快乐是什么吗？那造成快乐的因根源是什么呢？那其实这个就是第三跟第四个圣谛。那我们其实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痛苦的人其实很多，但是 不明白痛苦的人，没有觉察到痛苦的人呢，其实更多。那其实我们知道自己是痛苦的，我们了知苦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那很多人呢，其实都很避免去谈到痛苦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说苦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去脱离痛苦呢？就好像我们如果我们不谈病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除我们的疾病呢？ 那根据释迦牟尼佛，根据他深刻的对人生一些很深刻的观察，在他悟道以后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人生其实有很多种的痛苦，有生老病死苦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，然后五蕴炽盛苦。那佛教呢，把苦呢分成了三大类。 那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苦，我们想要求得的求不到，我们得到的我们却又不想要，这个一般通常都称为苦。那坏苦的意思是说，它是一个容易变异的一个快乐。那比如说，所有的一切现象到最后完结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到最后完结的时候，那你不想要分开，你想要保持那种 持住那种状态，那这样子就会造成痛苦。那因为我们不明白，所有呢，有漏的快乐，所有下堕的一些快乐，它其实最后的结果
它都是一些无常的快乐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所以就想紧紧的抓住，那不明白紧紧的抓住，其实就会越执着，越执着就会越痛苦，然后就造成了一些生死的轮回。那至于第三个苦行苦呢，那这个苦可以称为它是不了解不明了的一种苦。那行苦它其实就是苦，它也是苦因，也是苦缘，它更是一些苦果。那行苦呢，它遍在一切的苦当中，那也可以说是一切苦的起源。那 Kepachogan 不是告诉我们说，行苦其实就是一种无明苦，就是说我们不了解我是谁，我们不了解思想是什么，我们不晓得我们从哪里来的，所有一切的不清楚不明白都是因为无明造成的。那所以说呢，因为不明白这些痛苦，所以无始劫以来生死的流转，然后都在轮回当中不能够处理，这个通称为行苦。那我们现在既然知道了痛苦形成的原因之后呢，我们就想要去了解说，那到底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二圣谛是说，愿我了知我的一切恶思想，我的一切恶思想跟恶业是我自己痛苦的因，和一切众生痛苦的缘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，而且跟我们保证的，我们自己所有的恶思想、恶劣品质、恶劣心态、消极的行为、恶行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造成我们自己的痛苦。那这个痛苦不是从外面有一个什么东西给我们造成的，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所造就的。那所以呢，恶呢是我们应该要舍弃的一个对象，然后恶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一个敌人，然后我们不要在心的外面再去求一个可以治疗我们痛苦的一个方法，那我们要自己治疗我们自己的心，治疗我们的思想，自己治疗，然后自己去除我们的五毒。第三圣谛呢说的是乐，那快乐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的。那快乐其实有分为有情的无常的快乐，然后圣者的无漏的快乐，跟佛的不变的快乐。那重点是呢，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快乐呢其实都是善思想跟善业的果，它绝对不是恶思想跟恶业的果。那我们只要增加了自己的善念呢，其实就是增加了自他的快乐。那快乐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对治，那佛法是说极灭为热。那我们在这里在修行的当中，我们要说我们是要极灭我们的恶思想，然后如果我们越灭恶的话，我们就会觉得越快乐。那我们要感恩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些善思想跟善行，我们要随喜我们自己所做的善思想跟善行，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善思想善行所带来的一些无常的快乐，那我们要去享受它，然后我们要去可以轻松的体验它，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体验当中可以去推之一点点大乐的感受。那我们不要觉得说因为它是无常的快乐，然后我们就不想要得到，不想要拥有它。那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些菩提道上面的快乐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去除，就是这个我们不想要这个无常的快乐呢？其实我们只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们知道所有不变的快乐它其实都是像彩虹，像泡泡一样，都是会改变的。那我们自己做好心理的准备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去除一些，我们就可以消除了坏苦。那我们减少我们的恶思想，减少我们的恶行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断除了我们的苦苦。那既然我们可以减少坏苦，也可以断除了苦苦，那这样子自然呢行苦呢就会自然的减低。那第四圣谛是说呢，我的一切善思想跟善业，然后是我自己快乐的因，和一切众生快乐的缘。那这个也是
佛陀呢告诉我们的不变的真理。那我们要知道呢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友情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。然后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独立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，所有的我们自己所有的快乐，我们所有的痛苦它是我们自己痛苦跟快乐的因，但是也会带给别人快乐跟痛苦的缘。这个是四圣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法。那我们要知道呢，一切的好思想呢，它其实都是从智慧当中来的。那我们如果透过理解、体验、证悟四圣谛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好的思想。那我们如果理解了四圣谛的智慧呢，我们就可以升起出离心、升起信心跟升起一些其他的好的思想。那学佛的人呢，我们学佛的人要怎么说我们是信佛呢？那我们如何能够确认说佛陀所教给我们的佛法是正知正见呢？那其实呢，我们自己去，就是我们要去相信四圣谛，我们自己去理解它，去体验它，我们知道它是正确的。那如果你不相信四圣谛的话，其实呢你就不可以信佛。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好思想是我们自己快乐的因，然后一切众生快乐的缘。我们的恶思想呢，是一切众生痛苦，是我们自己痛苦的因，然后也带给一切众生痛苦的缘。那我希望呢，各位都能够多多的宣讲四圣谛。那我们要如何把佛法可以深植在人们的心中呢？其实我们可以从简略的讲四圣谛的道理，这个道理呢是很浅显易懂的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。那请大家不要忘记四圣谛，然后把四圣谛活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刹那。那最后呢，我祈愿呢在座的各位都能够早日成佛。那希望天父眷顾仁波切的佛法能够利益更多更多的友情，更多的人类。谢谢。好。对人的说的佛法，我跟你说，好。